哎、啊，你真的要我切啊？是，切一刀罢了，没有要吃的。哦，为什么不能吃？我跟你一起切了。一二三。Hello YouTube， 各位观众朋友，我是 Cody。等一下，还没有穿衣服啦。OK， 哇，头发好白哦。其实里面是紫色的，看到没有 ？Hello YouTube， 各位准备大家，我是 Cody。今天是四月十号，对，没有错，彤彤的生日。我其实一直在想，到底要准备什么样的生日礼物给他？大家生日的时候，不是都很喜欢二整寿星吗？寿星，就是生日的那个人啊，就是拿奶油去砸他们的脸。通常生日的那个人都是被砸的那个嘛。没错，我今天也想要来二整一下寿星婆彤彤，所以我准备了。放蛋糕的盘子，奶油挂虚泡，就是我们剃胡须的时候的那个泡泡，还有放蛋糕的盒子。我要来做一个会爆炸的巧克力草莓蛋糕，因为他切蛋糕的那一刻就 boom 炸了他满脸都是。我这辈子从来没有做过蛋糕，所以这个严格来讲算是我第一次做蛋糕。我希望我会成功，因为我是一个手残，我的手不是太巧的那种，我希望可以成功。好，那我们现在马上来开始，因为多一下彤彤就要来我家找我了，因为我们等一下月亮餐厅，我们要去吃饭，我们要去吃他的生日大餐，所以我希望给大家来之前把蛋糕做好，然后带到他的生日大餐的那个场所，然后砰炸到他满脸都是。先吹气球，只可以用白色的气球，手脚要快一点，我真的很怕突然间杀到我家来。喂，不要玩我嘞，这气球什么管理低哦喂。喂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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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真的是给 Giant 卖的 balloon 做到没有力量了。看，这个盘好像太小哎。你蛋糕这样搞的咩？蛋糕有这样搞的咩？我都跟你讲了，我的手打不离八盖了。Oh my god！我真的尽量了，我真的已经尽力了，我现在要开始撒那个粉。如果等下给他发现，我也没有办法了，因为他要来载我了，我再不弄好的话就没有时间了。灾难呢，我现在这个整个是我家里没有试过这样糟啊！再开始来铺 strawberry。师傅来。哎，师傅姐姐来了。放关门关门干嘛？关门。你家 Cody 在厕所。你想等我一下，等。你开着灯，他都等你在拍东西。彤彤来了，谢。我先放着，我先陪他出去先，我先陪他出去先，我不要给他进来。啊，你不要给他进来，我不要给他进来，我帮你弄。OK。不要，不要，OK。彤彤你在外面等我了，我表妹继续，我要出门先。所以你等一下 WeChat 啊。OK。OK， 你 update 我啊。OK。我出门先啦。在干嘛？啊，你让小孩子冲出来关门哦。他没有关门。他不是因为你来他关门，我就傻眼了一下，你明白被人家关门的心情吗？ Happy birthday to you. You. 吃饭吃饭吃饭啊！你在拍什么影片？我在拍一个开箱。你开什么箱？你这么突然间开什么箱？
你明明知道我要来了，为什么你要拍咖喱？你没有。我有。我看一下。我明明就。你才send个 message 跟我讲8:45，我现在过来，你要打给我吗？生日不要不开心呐、我们去吃泰国餐。我现在人回到来了，我叫彤彤在外面车上等一下，我要准备蛋糕。Oh my god， 我怕被穿帮哎！你就把人家敲我上面。你看他会趴。Okay， 你准备很尖的刀，我很尖的刀。我希望不会穿帮。Happy birthday to you.Happy birthday to you. Happy birthday to Chloe. Happy birthday to you. 你特地要抖音唱的？你要准备蛋糕哎 ？Yes. 这么好哦？等一下这个蛋糕可以自己做哎 ？Yes. 你为什么？是整张包蛋糕吗？我是想要做 chocolate strawberry 啦。OK， 许愿快点，快点，蜡烛完了。为什么是这个刀？你看这个刀啊！我没有别的刀了。这个刀哎、欸，这个刀。快点许愿，我的要电了。许愿。OK。一锤全部毁。Oh my god！ 我花了很久心思做的。你不要这样暴力拿起这把刀，我有点害怕。快点，我们要赶着去看戏啊！快点。哎，真的要我切啊？是，切一刀罢了，没有要吃的。哦，为什么不能吃？我跟你一起切啦。一、二、三。我跟你讲，专业的本论。我已经预料到会有这种事情发生了的，那个本论没有快一滴了。我全身是白的，我感动一秒吧，你知道吗？我今天我就在怀疑你会不会 prank 我，还是会感动我？我觉得是两个选一个的，然后。我要白裙子。It doesn't help. Birthday to you. Happy. 有蜡烛。就是要烧你的头。Happy birthday. 我在整个人 smells like what you know. Chocolate.You're also quite bad. Yeah, that's why! 为什么要叫我们不再去看戏呗？我想要让你有个难忘的生日。好难忘哦！我就觉得这个蛋糕很丑，我刚一砍下去那一口，我就觉得怪怪的。你这样丑。哎，你没有把我真正的蛋糕吹完。每次你又要讲这个。OK. Hey, Tong Tong. Happy birthday to.You 跟上天强调你的愿望。好。起啦！受过伤的羔羊有点害怕。一起。我害怕。1、2、3。Happy birthday to you。很香哎。
好，影片结束了。如果喜欢这个影片的话，记得在影片下方点个赞并分享留言，祝陈家彤生日快乐。已经订我们的 YouTube 频道的不要忘记点击在旁边的小铃铛，在每次更新的你们才不会错过。还没有订我们的 YouTube 频道的不要忘记点击下面或者这里订我们的 YouTube 频道，记得去 follow 我们的 Instagram Facebook 下个影片再见，没有意思。